大家好，我是陈兴旭，我现在准备接受南都娱乐的快问快答环节。下一次啊，等我有机会再有唱主题曲的时候吧。我觉得都挺帅的呀。如果有这样合适的机会，有这样的角色，我也会。但是10天不喝咖啡，那还是选择胖10斤吧，我还可以减。我吃了1块蛋糕。脚底筋会红吗？你们怎么看到？我没有啊。在那场背的时候，有被发现脚底筋。是吗？对。我一般都会耳朵红哎。好，我回去看一下。那个舞蹈其实本来是彝族版的这个音乐，但是呢，我们想跳一个彝族舞，但是可能我会怕大拖累大家的后腿吧，然后彝族舞也比较难学，可能一天时间也完成不了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加一些现代的元素，而且正好奥运是舞王嘛，然后帮我们编的也是现代偏现代的元素，但可能我真的拖累大家了，哎，对不起。其实还是挺开心的，但是就是很担心大家的安全。就是哎呀，好吧，谢谢。真的很感谢您的支持，然后也希望看完以后多喜欢我一点点吧。东宫播完了，但是很感谢大家通过东宫，通过李承英认识我，然后也喜欢我，喜欢李承英这个角色。以后我会更加努力。好，我现在开始比个馒头。